我们没不可能那种椅垫啊，或者是桌机啊，占用我们大多比较工作的时间跟一些娱乐时间。可是剩余的时间，像在外面啊，可能就是带着手机、iPhone 这样子，然后去运用。那还有一段时间，像是看电视的时候。Ha ha ha.